秋天来临了，金风吹起，叶子红了。不同层次的红、橘、橙、金、黄，留意着满目秋意。缤纷的颜色为大地增添了美丽的形状。到底是谁让植物知道该变换出这样多彩的颜色呢？到底每一种颜色只是单纯的色彩，或是颜色的背后还有着不同的存在意义呢？秋天到了，变叶木开始换上新装，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当我们抬头仰望枫红纷飞、金黄灿烂的景致时，不免慨叹造物者的神奇是如何制造出如此绮丽的景致呢？其实在科学家的眼中，大自然正进行着一场精密的化学反应。在这场化学反应中，造物者又是如何挥动他手中的指挥棒，告诉这些变叶木们：嘿，你们该变色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这目不暇给美景背后的原因吧。鲜艳惹眼的红很难让人把目光移开，细看红叶闪烁着阳光透亮的光芒，不到几天就掉落地面，成为明日黄花。正因为它的短暂美丽，许多人都为它写诗，留下诗情画意的印象。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霜叶红于二月花，就是那样艳丽的颜色染红了大地，才吸引诗人的目光，停下了车而流连忘返吧。美国动物学家斯戴尔斯认为，植物的叶子变红是为了吸引鸟类来传播种子。这些植物的果实往往不起眼，很难被鸟类从很远的距离看到。一旦叶子变红，则很容易成为显著的焦点。冬天会变红的圣诞红就是其中一种代表植物。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汉密尔顿提出了另一个说法，他认为秋叶变色是为了威慑蚜虫，因为蚜虫每年深秋会飞到树上产卵，
为了保护自己，树就让叶子变色，用非常鲜艳的红色警告蚜虫：嘿，别靠近我，小心我合成更多的化学物质毒死你。蚜虫识别出这种信号，就会远离这些叶色鲜艳的树。然而不管是为了繁衍或是保护自己，都无法对叶子变红有一个全观而完整的解释。至少枫叶并非在秋天传播种子，也没有昆虫来树上产卵。那么到底为什么它的叶子会短暂变红再凋落呢？我们的生活周遭有非常多的变叶木，如同我身后的这棵枫树，还有懒人、乌桕、爬墙虎，这些都是变叶木。这些变叶木呢，在我们的生活周遭，随着季节、气候的变化，一次一次地进行着变装秀。所以它们的叶子呢，会从绿色变成黄色、金色，最后变成红色，然后落下来。那在这个过程中，叶子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变化？各位想不想知道为什么？欢迎你跟我一起来探索。枫树它和醋树很相像，枫叶呈三指掌状，叶互生，果实为硕果。醋树叶两两对生，呈五指状，叶片对生，果实为赤果。不过它们变色后的模样都令人着迷。我们右边看到这个，这个叫青枫。那青枫对于在我们台湾的红叶植物来讲在平地最容易看到。我们赏枫还是主要以青枫为主。那其他一种那个叫做枫香有些温度不太低的就比较不会红，变成黄叶。那一般人家有的称作叫做三枫五醋枫香它叶子有三裂，就三枫。那青枫就是醋树科的，大部分就是青枫它叶子有五裂，所以三枫五醋就可以把两个区隔了。乌桕是早期先民从华南引进的树种，以前它的种子被用来作为竹油。秋天时，满满的红叶让它增添几许妩媚。这个就是乌桕了。那我们从大陆来的移民就引进这些乌桕把它采取它的种子的榨出来油做灯油，我们点灯用的。它种子的外皮那些也可以做蜡烛。所以先民用这个很多。那它的种子也是一些鸟雀的食物常常有白头翁什么都在上面吃叶子很漂亮。对那它也会红叶，不过它时间比较慢不是秋冬大概偏春天以后整个快到春天了，它变成红叶。很有趣很有趣。不同的时间变色。乌桕红时鲜艳灿烂，成为风中极抢眼的风景，也是城市里常见到的行道树。我们生活周遭很容易找到它的身影。它点缀着水泥丛林之余，往往也引来鸟儿驻足觅食和栖息，像个小型生态社区，能偷得浮生半日闲。一般都是一些温带地区它要落叶的时候变成红叶。但是也有比较偏热带的，像这个懒人就是。那懒人它叶子很大。那当然叶子大就代表大部分都是热带地区植物了。那所以我们志工有把它称作热带的红叶植物。懒人树早期常见于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如今已是到处常见的行道树了。偌大的叶片一变红，整棵树就像着火似的显眼。村路上一排懒人树就形成了一条美丽的红色隧道，引人遐思。
靖老师请教一下，植物里头哪些色素？植物里面的色素有绿色的，还有非绿色的。绿色的是叶绿素，非绿色的是类胡萝卜素。类胡萝卜素包含胡萝卜素，还有花青素。把叶绿体中的叶绿素抽离纯化后，这个色素液呈现绿色，正是它使绝大多数的叶子看起来都是绿色。但是有些植物的叶子不是绿色，而是杂色的，像变叶木。在校园里常见的植物中，叶子也常不是绿色，而是杂色的。若类胡萝卜素的量多于叶绿素时，叶子的颜色也会偏向黄色系。花青素是光合作用下的二次代谢物，由酚类化合物衍生而来。苹果、草莓或是樱桃成熟变红，就是因为果皮表面含有很多花青素的关系。花青素是能溶于水的色素，透过实验我们能看到它艳丽的颜色。所以我们要抽花青素嘛。对，有趣的是，能溶于水的花青素有一个特性，那就是遇酸变红，遇碱变蓝。当外在的环境因素改变，当空气和湿气的酸碱度有所变化，花青素也会随之变色。从实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特性。当溶于水的花青素加入酸、碱和中性试剂，马上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变化，有如宝石般亮丽的色泽，令人为之惊艳。那我们常常听到的花青素在光合作用里头又扮演什么角色？有些植物除了光合作用的色素之外，还有花青素。但是花青素存在的位置是不一样，它是存在植物表皮细胞里面的液泡。所以呢，当光透过植物表皮之后呢，这些花青素可以吸收比较偏蓝光或者是紫外光的部分，来消除这些有害的光质，然后让光合作用能够顺利的进行。光合作用简单的说，就是植物利用光能将简单的化学物质制成食物葡萄糖的过程。植物和人一样，需要葡萄糖来提供生命所需的热量，以维系它的成长和生存。我们人类或是动物靠消化食物获取葡萄糖，植物没有消化器官，它们靠的就是光合作用。一切要从光说起。光给了大地温暖，也给了大地各种缤纷的色彩。吴老师，我们观众朋友很好奇啊，为什么我们平常看到天空是蓝的，云是白的，树叶是绿的，可不可以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因为云是大大小小的这个水滴所构成的，光线太阳光照在上面以后就被它散射到各个方向，那么这个散射作用呢是每个颜色的光是一样的，所以看起来就是白色的。那么天空是蓝的，因为天空是空气的分子所构成的，那么空气的分子比水滴要小很多，所以它对于光线的散射，短波长的蓝光、紫光效率比较高，那么对于长波长的红光的散射就比较弱，那么这样的结果呢，显出来天空就是蓝色的。那么树叶是绿的，是因为太阳光照在树叶里面以后啊，树叶它有选择性的吸收，它吸收掉了这个红光和蓝光的部分，那么反射出来的部分呢，就是吸收比较弱的绿光，所以树叶就显示绿的颜色。所以说，如果吴老师今天穿的是一件绿色的衣服，那就代表说它是吸收了这个红色跟蓝色的光，而反射出绿光，所以看起来才会是绿色的咯。光还给了万物能量的来源，它是大自然美妙的赐予，这股力量对植物的成长和发育表现特别明显。绿色植物必须在阳光充足的白天，利用阳光的能量进行光合作用，合成碳水化合物，制造蛋白质、脂质、维生素以及荷尔蒙。维持一定的光合作用，植物的生长和繁衍才不会中断。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匡廷云的研究发现，光合作用每年能提供2200亿吨的生物能量，是全人类所需能量的10倍。把光能变成化学能，这个过程在植物体内能量转化效率几乎是100%，而能量传递的效能基本是90%到98%。可见植物非常善用阳光，替自己创造精简而有效的生存动能。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工厂就在叶片里，叶片里有参与光合作用的叶绿体，叶绿体在阳光的作用下，把经由气孔进入叶子内部的二氧化碳和由根部吸收的水转变成碳水化合物，同时透过通气孔释放气态的氧气。影响光合作用有两个主要的因素，第一个是温度，第二个就是光。只有吸收了足够的光，叶绿体才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你或许会好奇，那谁来扮演吸收光这个角色呢？答案其实就在这片叶子里。我们看植物啊，叶子它的正面跟背面的颜色就不一样，正面比较绿，那反过来的比较白一点，这就是因为它们叶绿素的浓度不一样的关系。那么叶绿素的浓度越来越少的时候呢，那么其他的颜色的效应就比较明显，那么就会出现红的、黄的各种的颜色出来。总而言之就是叶绿素少的时候，它叶片吸收光的能量就降低了，所以你看其他的颜色后面呢都会比较亮一点，比这个绿的叶子后面都会亮一点。叶绿体内有叶绿素，它让树呈现鲜艳的绿色，也担任催化光合作用的关键角色。就像我们常见的七色彩虹，那就是我们的眼睛能看得到的可见光，有红、橙、黄、绿、蓝、靛、紫，
这些色光提供了重要的能量来源。我手上有一个三棱镜 Prism， 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三棱镜是拿来做什么用的？你可能还记得它是拿来分光用的。什么叫分光呢？它可以把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看到的太阳光分成不同的颜色，跟彩虹一样，红橙黄绿蓝靛紫，把不同颜色的色光分在不同的位置上。所以我把这个三棱镜放在我的光路上之后，你可以看到在屏幕上就会显现出不同的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那红光呢到紫光波长大概是400纳米到700纳米左右，一个纳米是非常小的长度单位，有多小呢？10^9次方公尺，所以是非常非常小的单位。那可见光的波长就落在400到700纳米中间。植物感应的波长就在400到700纳米，一个纳米表示一个波峰到另一个波峰的长度。蓝色到红光都是植物能吸光的范围。那不同颜色的色光它的差别到底是什么？不同颜色的光它所具光子所具有的能量是不一样的。红光的波长最长，那么它的能量比较低。那么紫光的波长最短，它的光子的能量比较高，能量大概是红光的2倍。所以说如果说吸收紫色的光子，它可以吸收进来的能量就会是吸收红色的光子的2倍左右了。光是由一个一个光子所构成的，波长比较长的红光它的光子能量比较低，因为根据量子力学，不同颜色的光每个光子所带的所具有的能量都不一样，由红光到紫光能量越来越增加，波长越短的光能量越高。由红光到紫光能量大概增加将近1倍左右，因此紫光的能量大概等于红光的2倍。根据科学家研究，太阳光透过大气层过滤到达地球的各种色光中，以蓝光和红光最多，因此植物在演化的过程中选择吸收蓝光和红光为主。叶绿素吸收蓝光和红光取用的光能量就足够了，因此很少吸收绿光，也不吸收黄光和橙光。为了使光合作用提高效能，叶绿素还有个聪明的帮手，那就是叶绿体内另一种植物色素类胡萝卜素。类胡萝卜素的存在扩大了植物吸收光的范围，它将吸收的蓝光传递给叶绿素，叶绿素能在红光光谱，也就是680纳米和700纳米的作用下行光合作用，使植物获得能量得以生长。类胡萝卜素也可以吸收过强的光线，保护叶绿素避免负载过度而破坏，就是俗称的光保护作用。换句话说，类胡萝卜素担任了助吸光素的角色，能加倍吸收植物利用率最高的蓝光，把吸收到的高能量光子传给叶绿素利用，它能扩大自然光能利用的光谱，加快光合作用的速率。经过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的合作，蓝光和红光的光能足够植物使用。有了这些天然色素的帮忙，光合作用才可以顺利的进行，这是植物很厉害的一点哦。它们将吸收的太阳能转换成它们生命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这个过程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知道光有光子的能量会被植物吸收以后变成化学能，植物它有各种不同的能阶，它要从低阶跳到高阶的时候就需要光的能量来把它从低阶跳到高阶去，这有点像那个马戏团的跷跷板一样，就这边的人掉下来跳下来，然后那头的人就飞上去一样。
能指的是做工的能力。自然界中最容易观察到的有光能、电能、热能，而生物细胞最常利用的则是化学能和生物能。叶绿素吸光之后呢，可以产生电子，电子呢从能阶高的地方往能阶低的移动，最后将电子传给 NADP 啊，变成 NADPH。接下来呢，光合作用系统也可以把水光解成产生氧气，还有质子，还有电子。其中的质子呢，透过 ATP 合成酵素产生 ATP， 啊 ，ATP 呢就是细胞里面的化学能，那 NADP 呢就是生物电能。光合作用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光反应和暗反应。光反应中，由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吸收光能，根部吸收水，进行光水解作用，将水分解为氢离子和氧气。氧气是光合作用的副产物，被释放回大气，接着由氢释放出来的电子进行一连串的电子传递，这是种放热反应。释放出来的能量就可以合成 ATP 以及 NADPH 这两种高能化合物，像储存充足的能量货币一样，将能量转移给暗反应使用。暗反应简单的说，就是把二氧化碳转换为碳水化合物的反应，这个过程不需要光的参与，但每个步骤都需要酵素的催化。如果温度越高，反应的速率就会越快。 ATP 及 NADPH 是用来进行暗反应所需的能量，主要的参与者就是一些酵素，这些酵素呢利用 ATP 及 NADPH 将二氧化碳固定为三碳的碳水化合物，然后这些三碳的碳水化合物呢就可以变成葡萄糖，所以葡萄糖就可以为植物所运用。在暗反应中，把叶子吸收的二氧化碳和光水解产生的氢离子当成原料，在黑暗的环境中，透过 ATP 和 NADPH 转移的能量做固碳作用，先还原二氧化碳中的碳原子，透过卡尔文循环固定出三碳的碳水化合物，如此循环两次就能形成六碳的碳水化合物。经过这样的转换过程，终于合成了葡萄糖和水。新合成的葡萄糖暂时储存在叶子里，等待着输送系统将养分送到植物体内每个地方。因为植物需要这样费力制造葡萄糖的缘故，有科学家认为树木不会白白地让老叶中的养分跟着叶子凋落而损耗，必定试着千方百计回收。然而合成养分需要能量，回收养分当然也需要能量，这能量就得来自老叶子的光合作用。不过过强的紫外线会抑制光合作用，叶绿素在深秋低温中更容易分解而难起作用，因此胡萝卜素就发挥了遮蔽强光的作用，甚至有些树种会依靠花青素来增强掩护的力量。尽管合成的花青素会消耗一部分养分和能量，但只要能让更多的养分安然撤回植物体内，这份损失仍是值得的。花青素是位在植物上表皮细胞里面的液泡，那花青素所吸收的光谱呢，通常会蓝光，通常比蓝光短，甚至在 UV 的部分，这样子呢就能够保护下面的叶肉，光合作用叶肉细胞不会受到伤害。原来树叶的花青素可作为遮光剂，也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它可以达到保护作用，
隔离有害的紫外线辐射，并保护树叶免受过度日晒，保护细胞。在植物变色的背后，确实有许多生存的精心设计和锱铢必较，计较的是每份养分不能浪费，设计的是在善用色素的变化获得生存的保障，为来年的新芽保存了成长的先机。于是在岁末凋零之前，他们才启动了这场精彩的色彩秀啊。光叶在秋天的时候为什么会变红？主要的原因是光合作用的色素在温度高的时候是容易合成的，当在秋天的时候呢，当温度逐渐下降的时候，叶绿素的合成量就会减少，那花青素的合成量就会增多，所以绿色越来越少，红色的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枫叶会变红的原因。秋天的山林里，颜色层次分明，满山遍野的暖色系叶子，黄的、金的、橘的、红的，艳丽而温暖的色彩在蓝天下挥洒着它们亮丽的容颜，反而不像是凋零的形貌了，更像是一场金碧辉煌的道别秀。是的，当岁末严寒到来，离别的讯息也传达到枝头，为了来年，枝丫的心声去留不会有一丝迟疑，默默地把依恋化作养分，在随风叶落告别枝丫之前，回眸一笑，姿态艳丽灿烂，给母树最后一次温暖的回馈。许多人在秋落时节赶着去欣赏一场绚烂的枫叶秀，其实这还得看老天是否有成人之美呢。因为枫叶会变红是一场精密的化学反应，需要天时的配合，才有机会看到一场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绝美景致。植物的天然色素默默进行着的是一场精密的色彩化学。春夏时节，白天日照时间长，光合作用特别活跃，在我们看不到的微观世界里，叶片里正进行着紧凑的制造流程，叶绿素繁忙地采撷阳光、水和空气，合成葡萄糖。叶绿素会消耗、分解，幸好夏日温度高，生机繁茂。夜晚时，叶绿素又开始大量合成，持续投入光合作用的工程，周而复始，持续不停地分解与再生。因此叶子含有丰富的叶绿素，叶子也更加翠绿。从一株小苗到一棵大树，再到一片树林，明亮的阳光、清净的空气和水分成为叶绿体工厂的原料，在肉眼无法察觉的大自然韵律里，植物忙碌地制造丰富的养分，生养自己，茁壮茂盛，也释放纯净的氧气，活化了地球万物。
秋天来临，日照时间缩短，夜间渐长，植物因应日照时间的变化，在生理上也做了一些调整。当温度逐渐降低，叶绿素合成速度变慢，叶片内水分又减少。当叶绿素在低温分解后，来不及补充新的叶绿素。当叶绿素含量逐渐降低时，于是较为稳定又不易分解的胡萝卜素和叶黄素主导了叶子的颜色，叶片跟着变黄了。接着，植物输送养料的能力减弱，葡萄糖被留在叶子里，甜度越来越高。葡萄糖和叶黄素在阳光作用下生成了花青素。到了深秋，叶子的叶绿素更加减少，绿色褪去，花青素却不断增加，使得红色增强，鲜红成为树叶的主色调。如果日光愈强，花青素的合成也愈多。寒流来袭，气候由暖乍寒，温差越大，叶绿素降得越低，叶片也越红。但若寒流和寒流之间间隔太近，枫叶会来不及转红。又若寒流间隔太长，枫叶未转红，但植物体内主宰叶落的离层素发挥作用，就会落叶归根了。现在这个红叶啊，大部分是它秋天到了以后啊，它因为这是落叶树嘛，它叶子要掉以前啊，它要把叶绿素啊回收，所以叶绿素退掉了，然后一种啊胡萝卜素或类胡萝卜素啊就显现出来变成黄的。那黄了以后又更冷的话，它叶子要掉，它会产生离层，在叶柄基部啊，要把叶子掉，那离层切断以后啊，它累积在叶子身上的一些糖类啊，又经过寒流啊还是阳光这样照射啊，它会转化成花青素，所以最后就变成红色的。所以会先从黄色，从绿变黄，再变红，大概这样。因此得要时间和气候配合得宜，满山遍野叫人惊艳的红叶景象才能现身呢。满山的红叶与金叶是大自然的秋诗翩翩，伴随着温润的光辉，在飒飒西风里，以鲜艳的色彩点缀了秋天的容颜，让人们暂时遗忘了这是个花木凋零、令人愁的季节。金碧辉煌的夕照里，雾气弥漫的空气里，或者沁凉雨露的树头上，每一片变色的叶子准备着，等待着他们生命最后一刻的到来。红叶的任务结束，为植物母猪回收了多余的养分，它们即红颜老去，如坠头钗红，随风飘零，埋尘落土，作为来年护花的春泥了。满地的落叶虽死犹生，层层叠叠与母树相依，把曾有的灿烂留给似水华年，直到生动的颜色缓缓褪去，消失殆尽。这时
冬季也降临了。冷风中枝桠光秃，时间似静止于严寒之中，有胜光影去来，朝夕晨昏，日升月落，动静之间，静谧的枝头任光阴流逝，默默等待着新生。春天终于来临了，嫩芽冒出了枝头，怎又是一片粉嫩的小红叶呢？难道秋天还停留在枝头没离去过吗？秋天难道还停留在树上吗？不是的，不是秋天不走，是春天来了。这个粉嫩的红，其实是大自然给新芽的礼物呢。凋零的老叶保留了养分给新芽，这红的颜色其实就是花青素，它可是新芽成长的能量来源呢。为什么刚刚长出来嫩的枫树是红色的呢？最主要原因是当叶片在生长的时候，叶绿素还来不及发育，取而代之的是花青素的合成，所以看起来是红色的。这正是已化作春泥的落叶传承生命的写照。坠落之前，它让母树回收养分，珍藏了整个冬季。在大地回春之际，全力呵护新叶的成长，绵延更悠长的生存。仰望枝头，细嫩的新芽犹如新生的婴孩。叶片里的叶绿素成长速率较慢，含量较少。幸好吸收了母株提供的养分，能够继续成长。因此在乍暖还寒的初春里，嫩叶叶绿素少，温差变化又使新叶容易转成花青素，仿佛秋景再现。这是植物的嫩芽和新叶容易呈现红色的原因。当天气更暖和，新芽中叶绿素的生成速率高于花青素时，植物的嫩芽和新叶就绿得更快。温度促使叶绿素的生成更活跃，当它胜过花青素，最后又是一片绿意盎然了。悄然的变化，在植物围观的世界里经历了大变化，而在人们的眼里，却是从红转绿的大自然美景了。春去秋来，植物天然色素的化学变化，为一年四季点缀了斑斓的色彩，增添了不同的景观，为大地带来美丽而多样的面貌。
透过科学家的努力研究，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植物的叶子可以有这么多种不同的颜色变化，是源自于叶子里头正在进行非常精密的天然色素的化学秀。这不仅让我们慨叹造物者的神奇，以及植物适应环境的能力。希望有一天，我们人类也可以善用这些色素，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与美好。